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种古代常用来捆绑犯人的一种临时手铐结的打法。下面请看演示。大家看，首先我们在绳子的中部，这样向下折一个绳圈，然后再将绳子这样向下折一个绳圈，第二个绳圈压在第一个绳圈的上方，这样，然后咱们分别将对向的绳子从对方的绳眼这样拉出。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活套绳圈。咱们将手臂放入两个绳圈当中，这样拽绳子越锁越紧，非常的牢固。现实生活当中呢，也非常实用，咱们可以用它来跟自己的朋友做做游戏，也是非常的有情趣的啊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。以免在下回需要使用的时候又找不到了啊。